朋友们，文化的发展与繁荣离不开党的政策指引，离不开政府的关怀。东莞市建设文化名城规划纲要给了我们文艺青年工作者新的更高的目标和方向，也激励着我们不断地创作出贴近群众、贴近生活、贴近时代的人民满意的文艺精品。下一个节目科技灵光晃圈，请欣赏。哎，阿诺曼啊，